爱情就像龙卷风，说来就来。为楚风飘飘在线解锁师徒 CP 新技能，看伟大的爱情如何战胜了悠久的医术。一个是颜值在线肯吃苦的乖巧徒弟，一个是高冷帅气的师傅。魏楚为救徒弟飘飘，结果导致双腿受伤。作为当事人的风飘飘肯定少不了愧疚之情。俗话说，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，更何况魏楚是为了自己而受伤。那在线咨询附加钻研古书，就成了风飘飘医治师傅的日常必备。但是光懂书面知识那可不够，实践才能出真知，才是硬道理。医治魏楚还得靠实际操作和耐心。风飘飘不仅亲自来上一套子午流注开穴法，俗称专业按摩，疏通经络最佳途径，而且还日复一日坚持如初。有这样一个高颜值还细心的人在身边照顾，那师徒 CP 的爱情火花还不是说产生就产生，可把魏楚感动得一塌糊涂。除了风飘飘的专业按摩之外，他还加上风氏家族自制的药膳调理，让深陷残疾的魏楚一下子就恢复了正常。这一系列神奇操作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奇迹。看来师徒 CP 的爱情才是最好的药引子。不得不说，爱情的力量真伟大，这对师徒 CP 我很看好。你们两个这招去干嘛？约会吗？以上就是关于风飘飘的全部，还想获取更多精彩有趣的内容吗？赶快关注淑女飘飘群吧。